站住！把钱财还我！你们几个是阎王派来的吧？想要聚魁魁心，有本事找城主去啊！阎王叫你三经死，你好意思活到五经？别怕，有我在。你不是流血了吗？谢谢您来了。哎呦，阎王，快走！刚才好险啊，我得伪装一下。来，给女儿化个妆呗，给你个机会。干嘛呢？颜料点在你身上，我方能分辨，否则即是灰白。你之前说的是真的？这是选择性色盲，听说鱼肚有漫天红泥，每年这个时节出现。你要不要带你去见见世面？没准儿刚好能治好你的色。好了。画这么好看干嘛呀？混不进去怎么办？那我再重新给你画一遍。哎，还真是个呆子，快走吧。